今日任务已完成，布罗尼亚建议舰长按时下班。妈妈，布罗尼亚又想起了妈妈。布罗尼亚姐姐，希儿又想出去玩了吗？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？学好吗？就在这里，就在此刻。到达目的地。好。完成了。
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了。如你所见，与那个凯文齐名的第二领袖，Sky light.
到达目的地。前面会有什么呢？集中之手，玉子，星海，这才是惊喜。
落一剑。到达目的地，全部交给我吧。星光，凝聚。
到达目的地。好，去看看吧。记得星波凝聚，时间正好，接招，来吧，欢呼吧，此刻盛大开演。耶，星波凝聚，接招，集中精神，站稳了，远超人类所想。接招，交给我吧。接招，千万别在这就放弃哦，会放电的小白鼠，我可是还在期待着亲眼见证你蜕变的瞬间呢。
去。you
到达目的地。好，去看看吧。请多欣赏。星落，一剑。时机正好。随便挑，随便选啊！折扣价都已经帮你标好了。好，去看看吧。玉子，星海。远超人类所想。Thank you.
今天天气很好，是适合战斗的日子。舰长也想试试敌众里的感觉吗？和舰长在一起的时间，布罗尼亚很开心。布罗尼亚一定会找到你的，希尔。任务完成了，布罗尼亚感觉离希尔又近了一些。希尔还在那个地方，等着布罗尼亚。姐姐，嗯，找错了，希尔在这里。希尔也学会新的捉迷藏方式了。